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各位晚上好，我是姚劲松。大家晚上好，我是谢莹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首先我们来关注最近非常火的一个词儿哈，那就是夜经济。外出购物、朋友聚餐、参观游览、读书看展啊，说的形象一点啊，说的简单一点，也就是从今天晚上的6点钟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这个区间都是属于夜间经济的范畴。那么我们怎么让这个时间成为拉动经济消费的黄金时间呢？中秋假期就是一块很好的试金石。现在呢，我们就到各地去看一下，都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经济新亮点。中秋夜的晚上19:20，北京的国家大剧院里人头攒动，再过10分钟演出就要开场，大批观众在检票口排队进场。今年中秋夜，国家大剧院4个剧场全开，为观众安排了民族乐团音乐会、京剧、歌剧等各具特色的文艺演出，票价从80元至数百元不等。截至开场，4场演出门票的综合销售率已经超过97%。今天晚上看的是《对话预言》，张艺谋的啊，一直很想看。我是自己是文艺工作者，所以就是有一个文化消费习惯。然后还有就是中秋节本来也是一个人在外面，所以就安排一场，这样也挺有意义的。Oh, it's coming with friends here, and family. Always a great event in Beijing, you know, with the Moon Festival, the Moon Cakes, and every other opportunity around here.时间来到晚上20:30，10公里外的五棵松同样人山人海。中秋夜，2019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有2场比赛在凯迪拉克中心举行，大批篮球爱好者聚集在五棵松地区，有票的观众进场观赛，没买到票的则在大广场上席地而坐观看大屏幕直播，现场欢呼声此起彼伏。不够过瘾的，还可以在一旁的篮球场直接来场真正的对抗，一场3-3对抗赛正在上演。因为五棵松这边篮球氛围算是北京城里边非常好的了，而且有很多的商圈，完了之后它里边有关于体育的一些专卖店，有关于饮食的，有关于生活的餐饮的。晚上22点赛事结束，附近的餐厅酒吧迎来客流的尖峰时刻，谢经理的酒吧今晚满座，并把营业时间延长到凌晨2点。因为中国传统节日，咱们这边做了月饼试吃，包括结合咱们这边规划的深夜食堂，延长这个营业时间的这个，所以人流吧，今天的客源感觉到有明显的增高，我们店内的营业额也是增长了，同比40%左右。那像今天这种世界级的赛事，加上这次的小长假中秋节嘛，那我们瞬时人流也会比平常多1.5倍，有可能达到封顶是15到16万左右。随着我们的营业时间的加长，营业额会随之增长30%左右。这场中秋夜经济的盛宴持续长达7小时。消费平台数据显示，北京的中秋夜间消费订单量同比增30%。放眼全国，重庆、成都等地的增速更快。2019年中秋假期，赏月和夜间消费活动显著升温，一线以及新一线城市90后群体文化旅游消费更加活跃。夜经济是城市经济的延伸，在福建福州也是越夜越美丽。接下来呢，我们就跟着记者到福州中心城区去逛一逛。福州的夜晚要从美食走起，这里是福州市中心的达明路，响当当的美食一条街。每天晚上的6点到凌晨2点，这条300米的达明路就会变身成为美食步行街。只要你的胃够大，你可以尝试着跟我一样，从街头吃到街尾。听见他们说这边有一个美食一条街，然后就过来看一下，然后就从一直吃过来。68辆餐车，12个美食档口，数不尽的各地风味儿。来看这一碗牛杂汤，配料丰富，汤头香浓，不仅是地道的闽南风味儿，也是多少人戒不掉的乡愁。过去的达明路人称宵夜一条街，海鲜排档、啤酒烧烤散落在道路两旁，随意支张桌子就是个摊儿。今年年初改造升级后的达明路在晚间变成了步行街，入住这里的商家必须统一管理标准，上岗前还要经过专业的培训和考核，签订承诺书。除了好吃的，福州的夜晚还有许多好玩的。走出达明路，步行50米，看对面就是三坊七巷，它是明清古建筑的博物馆，免费对市民和游客开放。
夜游访巷，带你体验不一样的福州韵味。功名尊，一杯不敬杯我一滴。这是清代的建筑水榭戏台，位于三坊七巷的一景坊里。水池里的水是地下涌泉，不仅是园林里的一处景致，这一池碧水还能增强回音，与戏台上方的藻井形成回音共鸣，是古代戏台的音响设备。除了传统，这里还有流行在安泰河畔的酒吧一条街，每天晚上都有1000多人在这里喝酒聊天听歌。不管是造型的摇滚乐还是最新的校园民谣，只要带上你的耳朵，你总能找到你想听的。而在山东的济南呢，当地也是通过打造高品质的特色主题商圈，推出24小时不打烊等活动，拉动夜间消费增长。晚上10点，济南洪家楼商圈依然热闹，这里不仅汇聚了创意零售、休闲餐饮等丰富业态和众多网红潮店，还把充满回忆的红楼夜市搬进了商场，复古的一路公交车、电话亭、旧城街区老招牌等特色设计元素，让人们可以在深夜一边品尝美食，一边品味着老济南的韵味，一些老济南的味道能够尝到，而且还加入了一些外地的元素在里面。我觉得就是说，生活更加丰富了。就是不打烊的商圈引领着人们消费习惯的改变，针对商圈年轻消费群体较多的特点，不少商家也持续推出深夜优惠和折扣。人流量还是比较大的，比刚开始的时候想象的要好得多。一般都能到3-4点钟。年轻人消费还是比较活跃的，9点到12点呢，基本上就是说翻桌率在9台，如果说到凌晨2点的话，在13台左右。经济信息联播正在为您直播，欢迎回来。每年的中秋之际呢，也是钱塘江大潮的最佳观赏期。浙江海宁的老岩仓拦水大坝更是以壮观天下无的回头潮闻名于世，每年都吸引了上万人前去观潮。下面呢，就让我们通过直升机、追潮车等拍摄的画面来重温一下今天钱塘江大潮的风采。好的，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航拍的画面，这是直升机拍摄到的画面。现在的这个江水呈现出一字潮，江水的，这是追潮车所拍摄的画面，我们的车辆在跟随这个大潮一起并肩前行。在这个潮水的前方呢，就是老岩仓大坝了。现在画面中出现的就是老岩仓大坝。那么老岩仓大坝的长度呢是660米，它一共分为2层，最下面一层的这个高度呢是有6米。为什么在这里能够形成回头潮呢？是因为这个奔腾的这个江水啊，在这里以后遇到了一个拐弯啊，钱塘江的一个90度的一个拐弯，江水呢迎面撞向横亘在这个前方的这个老岩仓大坝，然后呢折返身躯，就形成了回头潮。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潮水呢，正在逐渐的漫过丁字坝。好的，已经越过了一个丁字坝，这是航拍所拍摄到的江水撞击老岩仓大坝的场景。我们可以看到激起的潮水已经越过了老岩仓大坝，现在潮水由南向北依次爬坝。刚才提到老岩仓大坝一共分为2层，最下面一层的高度能够达到6米，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潮水是逐渐的攀爬大坝。那么眼前这片区域呢，是很快就被江水所填满了。这是我们的高速相机抓拍到的潮水撞坝瞬间的画面，非常的震撼。撞坝之后呢，潮水向后折返身躯，就在江中形成了回头潮。这是潮水冲天潮的形成，潮水是触摸到了第二个灯笼的位置，大概是有4.5米。8月18那天呢，将会达到1.8米左右，相当于一个成年人的高度。从潮水当时来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条白线，
但实际上等潮水逐渐靠近以后，我们才发现用白色的墙或者是白色的瀑布来形容它更为合适。正所谓范仲淹的诗句中所描述的“海面雷霆巨，江心瀑布横”。赏月、吃月饼，这是中秋节的两大主题活动。山东烟台的长岛这两天呢，迎来了大批到海边赏月的游客。中秋刚入夜，烟台长岛峰山临海景区的临海木质栈道早已被赏月的游人占据。一轮皎洁圆月在海面升起，高悬于干净澄澈的夜空中，美轮美奂。来海岛赏月还是第一次，哎，这种在海边赏月的方式特别新颖。我也拍了很多照片。中秋来到烟台长岛，除了赏月之外，怎能少了海鲜？秋日开渔季，正是喜爱海鲜的人们尝鲜的好时机。我们都准备了这个最新鲜的这个时令海鲜，比如说大螃蟹、皮皮虾，还有这个八嫂。再就是中秋晚上，我们给客人准备了这个长岛具有特色的这个鲅鱼水饺。中秋期间，烟台长岛综合试验区港航服务中心根据旅客上岛数量及天气等情况，安排航线运力的同时，利用乘船码头大屏、公众号等渠道，实时发布航班及票务信息，保证游客的观光需求。中秋节期间，膨胀航站共通于25艘客船、客滚船，在这期间保证了旅客每天的进取顺畅、及时高效。而在北京的周边呢，每到节假日，一些中高端的民宿都会呈现出一房难求的现象。那么今年的中秋假期，京郊的精品民宿热度如何呢？去看一下。在北京的西南角，一个名叫普洼乡的地方，这里群山环绕，三季有花，四季有景，植被覆盖率达到90%。依托优美的自然环境，这里的高端民宿每到周末和节假日都是一房难求。现在像这种京郊的小木屋好像挺火的，所以说你必须得提前订了，而且现在看不像以前就农家院那种感觉，看质量挺好的。森里边大家接触自然嘛，孩子就玩得挺开心的。我们现在入住率在那个周末的时候一房难求，入住率100%啊，都是甚至一两个月两三个月提前预定。我们的客户群也比较明确，基本就亲子游为主。根据北京市文旅局最新统计，目前北京全市共有精品民宿近500家，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北部较多、西南次之、东南较少的特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精品民宿扎堆的怀柔、延庆、密云、门头沟、房山、平谷、昌平，这7个远郊区县占到了北京全市面积的68%，去年被划入了生态涵养区，不再硬性考核经济指标。依托生态涵养区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一批中高端民宿、网红民宿发展迅速，已经成为北京和周边居民短途休闲旅行的优质目的地。近期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呢，我国四川盆地西北地区东南部一带出现持续的降雨天气，部分地区河水暴涨，山体垮塌，给当地交通造成影响。9月13号下午，受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四川汶川县棉丝镇境内登西沟河水猛涨。河水漫过都汶高速部分路段，造成应急通行便道再次中断，过往车辆无法通行。目前排水管道调运铺设工作已经展开，在上游的2台挖掘机也正在对堆满土石的河道开挖沟渠，待管道铺设完成后，立即将河流进行改道，完成应急便道的铺设。9月12号晚至14号，四川广汉市普降暴雨，最大降雨量超过200毫米。强降雨导致广汉平桥河水位上涨，平桥河黄家堰段拦水堰坝在今天凌晨被冲毁。记者在现场看到，黄家堰大约10米桥面被冲毁，导致河兴镇与广汉城区的主要通道洛河路中断，同时也造成部分天然气管道没入河中。预计周边300户群众用气将受到影响。今天上午，316国道陕西汉中市汉台区和刘坝县交界处发生山体垮塌，造成316国道中断。所幸事发时没有车辆通过，未造成人员和车辆损失。交警提示，汉中至刘坝方向的来往车辆可以绕道保汉高速。最近呢，猪肉的供应和价格可谓是备受关注了。为了保供稳价，今天起呢，浙江省一批政府储备的平价猪肉开始在杭州多家超市投放，价格呢比菜场的猪肉价格至少便宜了30%左右。今天上午，在杭州世纪联华和平广场店，市民们正在选购刚刚开售的政府储备猪肉。
与平时相比，一次性购买量明显增多。现在外面市场上买卖，我买是25到30了，今天17块，现在是市政府投入买，也比较放心吧。超市负责人介绍，此次投放的冻鲜猪肉包括夹心肉、后腿肉、大排等6个品类，不仅实行政府统一定价，零售价格也比前期明显下降，便宜就是在8-9块钱一斤的样子。今天呢，就是我们的到货量是在500公斤，8点钟啊进行售卖，到10点钟我们售卖了250公斤。据了解，储备猪肉销售将持续到9月18号，本月底到国庆期间还将再次投放。浙江省还从源头抓起，扩大生猪养殖规模。根据最新政策，在浙江规模养殖场引种可以享受每头500元的补贴。财政部门还对种猪场和年出栏5000头以上规模猪场给予贴息补助，种猪企业可以以生猪做抵押，拿到年化利率更低的畜牧贷。同时，浙江对规模养殖场用地指标上给予倾斜，对整车运输种猪及冷冻猪肉的车辆高速通行费进行减免，多措并举保障市场猪肉供应。内蒙古开鲁县的开鲁牛市是我国较大的活牛交易市场，日上市量最多的时候能够达到20000头。活牛交易价格直接关系到市场上牛肉的价格。那么今年的价格情况怎么样呢？张向阳是开鲁县的养牛专业户，今天他运来的几头牛体重都在1500斤左右，相较以往价格涨了不少。现在24000多，给24000没卖这个。这个没涨价之前是多少钱？也就没涨价之前的这块肥牛没涨价前13块多、14块多钱，这也就值20000。养牛户王占武今天来牛市卖的是基础母牛，也就是专门用作繁殖的母牛。从6月份以来，价格也是一路上涨。快肚这个都是16000-17000、17800的啊。这个上半年是多少钱？上半年15600-15400的，快肚牛涨了1000多。虽然价格上涨，但并没有影响到交易热情。牛市上的活牛很快都卖了出去。今天，运过来多少头？42个。卖了多少？卖41个呗，剩一个啊。牛好卖，价儿也不错，这大大鼓励了当地养殖户们的积极性。据开鲁县农牧业局统计，当地养殖牛的数量一直在增加，对市场供应也随之加大。预计牛肉价格会在今年国庆节之后趋于平稳。去年是，13万余头吧，现在是达到20余万口，现在到年底能达到25万口，过完节之后基本上还维持现状的35块钱左右。因为中秋节假期的缘故呢，水产品的消费也是非常的火热。今年淡水鱼的行情如何呢？淡水鱼养殖又有哪些新的变化呢？我们的记者呢，在我国淡水水产养殖基地浙江湖州灵湖镇进行了探访。在浙江湖州的灵湖镇，有着30年经验的养殖户沈新奎告诉记者，今年所有淡水鱼的价格都比往年涨了好几块钱。今年在鱼塘上嘛，那个鲈鱼要20多块钱一斤嘞，去年在塘口上拿只有11块到12块。记者了解到，近几年出于生态保护的考虑，一些地区彻底取缔了淡水鱼的网箱养殖，这就使得市场上的淡水鱼供应出现了下滑。而与此同时，灵湖镇也因为围水处理等环保举措，减少了鱼塘的面积。像湖州地区呢，养殖围水处理，减少了养殖这个面积呢10%。以前放养量是2000尾一亩，现在降到1200左右一亩了。为了应对新变化，灵湖镇的淡水鱼养殖户也开始纷纷转型，开启了一种跑道养鱼的新模式。由于增加了推水增氧装置和自动吸污器，鱼塘里的水可以24小时循环流动，鱼儿在水里就像跑步健身一样，可以时刻保持游动。而这样的跑道鱼也吸引了很多商场酒店来抢购。看看那个品质跟那个普通养殖的确实不一样嘛。对于未来淡水鱼价格的整体走势，业内专家也表示，随着各地禁渔期的结束，各类水产将大量上市，这将对淡水鱼的价格起到很好的平抑作用。来关注幼儿托育啊，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之后呢，我国婴幼儿的数量在逐渐的增多。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我国0到3岁婴幼儿接近了5000万人，可以说幼儿托育服务的需求市场巨大。最近啊，作为二孩妈妈的张女士和陈女士就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幼儿园而发愁。
北京的张女士是一位二孩妈妈，大儿子16岁，小儿子2岁。作为职场妈妈的张女士，在大儿子刚出生的时候，家里老人一起帮着带孩子，但是小儿子出生后情况就变了。当时40，属于高龄妈妈了啊。然后呢，有了这个老二以后呢，就有一个非常直接，就是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双方的老人很客观的，年龄都很大，都70多了。一是他们的身体跟不上，二就是说从情感上也非常不好意思说的还用老人这么去辛劳，因为带0到3岁的时候是特别累的。为此，张女士打算去找个育儿嫂，但是在了解了育儿嫂市场后，她却发现虽然育儿嫂的薪酬已经涨到了每月接近10000元，但是要想挑到一个与薪酬相匹配的并不容易。育儿嫂整个这市场，我觉得这个职业化还没有那么好，还是存在这种就是参差不齐啊，然后呢可能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刚磨合好几个月他就走了，不稳定性。和张女士一样烦恼的还有陈女士。陈女士的小女儿今年3岁，家里还有一个正在上小学的儿子。虽然老人的身体还不错，可以帮忙照顾，但是进行早期教育却很难。作为双职工家庭，陈女士和爱人一直想找一个合适的托幼教育机构。我觉得还是蛮难的。幼儿园呢，其实呢，它会有相关的这种配套的这种措施，但是呢，在0到3岁这个机构可能是比较的少。我们希望就是这个保育机构呢，它不仅仅是一个保育机构，而且呢，它会有一些先进的教育的理念。调查显示，在发达国家，3岁以下婴幼儿的入托率在25%至55%之间，而我国0至3岁婴幼儿入托率仅为4.1%，城市0至3岁婴幼儿入托率也不足10%，国内托育早教机构的数量远不能满足家庭的现实需求。而对于日益突出的托育服务供需矛盾，日前呢，国家卫健委组织起草的托育机构设置标准和托育机构管理规范正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但是我们的记者采访的时候了解到，目前的业内还存在着师资不足、标准不统一等等问题。这里是北京的一家托育班，负责人王进春从事学前教育10多年。今年他看准了0到3岁婴幼儿托育市场，开办了这家托育班。刚开班一个月，就受到周边小区家长青睐。饮食配餐，然后每天给孩子们做的一些辅助训练、大运动、小肌肉等等，这些方面都是需要专业性的老师的。为了适应大量增长的婴幼儿的托育需求，王进春开始招聘老师。但是让他发愁的是，理想的老师很难招。托育项目它下延到0岁的这个年龄段了，托育课程里边专业的老师都是不太特别好找的，还是有很大的压力的。目前学前教育专业大多是围绕3到6岁的幼儿园幼师展开的，很少有针对0到3岁婴幼儿的专业。有专家认为，整个行业还存在数以百万计的专业人才缺口。几乎95%以上的机构，大家聚焦的点都在1岁半到3岁这个阶段，真正来从事0到18个月或者0到2岁托婴这一段服务的这个机构非常的少。除了师资，行业标准不统一也是制约行业发展的因素之一。目前围绕0到3岁托育服务机构的标准大多是一地一标准，比如上海在全国率先出台3岁以下幼儿托育机构管理办法和设置标准之后，四川、广东、南京、成都等地也陆续出台了地方管理办法，因此规范行业标准也是整个托育行业发展的关键。整体在政策还有标准这个层面，目前在国家层面实际上是缺失的，没有明确的国标出台，想要进入这个行业的伙伴，其实大家也在犹豫说，哎，我们的有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国家标准的政策来指导大家，可以更加规范的来经营跟运作。那么关于婴幼儿的托育问题，其他国家又是如何解决的呢？我们来看一看邻国日本的做法。传统上，日本女性在生育之后往往选择辞职，作为全职主妇在家养育儿女。但随着日本政府出台鼓励女性就业的措施，近年来日本双职工家庭不断增加，由此带动了对婴幼儿托育服务的需求。距离东京大约1小时车程的筑波市，最近4年内托儿所数量从53所增加到71所，但仍然难以满足市场需要。为鼓励更多托儿所的开办，当地政府一方面适当放宽建设标准，允许设立小规模的托儿所，另一方面加大资金扶持力度，
使补贴额度达到建设费用的四分之三。据了解，今后两年当地新增的托儿所将达到14座。定員を増やしても、今保育士になりたいという人がどうしても足りていないんですね。民間の保育士に対して、今つくば市では月額で3万円ですね、まあ給料の補助のような形で出しているんですね。为了提高托育质量，日本各地政府普遍采用认证制度，达到认证标准的托儿所才能获得政府补贴。按照规定，零岁和一岁婴幼儿班级每个孩子所占的平均面积不得低于3.3平方米，两岁以上幼儿人均面积也要达到近2平方米。保育员必须取得国家资格才能上岗，每名保育员需要照顾的婴幼儿人数限制在4名以内。お昼寝中には、15分ごとに子どもたちの、状態を確認をして記録をしています。0歳1歳ですね。大きい子に関しては30分です。而在入托费用方面，为减轻育儿家庭的经济负担，托儿所根据家庭的收入高低实行差额收费。つくば市は13段階ありますので、それによって、決まってきます。10月1日からその保育の無償化が始まりますので、2歳までか低所得者無償化されるということになりますので。日本厚生劳动省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日本全国托儿所数量增加到36000多所，五年内增加了近一半。整体上看，托儿所可容纳人数已经超过应入托的人数。2019年法兰克福国际车展近日正式开幕了，梅赛德斯奔驰、福特、大众等国际知名的汽车企业，他们都纷纷瞄准了一个目标，那就是电动车领域。特别是在潜力巨大的欧洲电动车市场，各大车企的争夺正在不断升温。在梅赛德斯奔驰品牌这次首发的新车中，电动车占比较大，包括概念车 Vision EQS、 纯电动 MPV 车型 EQV，以及多款插电式混合动力的量产新车。福特也在车展上宣布，计划在今年向欧洲市场投放8款电动车。另外，福特还计划到2020年在欧洲再推出9款电动车。大众纯电动 ID 系列的首款量产车型 ID.3 是大众集团今年参展的亮点之一。大众集团董事会主席赫伯特·迪斯介绍 ，ID.3 是全球首款实现碳中和的纯电动车。此外，这款电动车的电池可循环利用。据了解 ，ID.3 将于明年在欧洲市场交付，售价将低于3万欧元，约合人民币23万5千元。目前，特斯拉的 Model 3车型在欧洲市场的售价是3.68万欧元，约合人民币28万8千元。根据德国柏林汽车业分析师马蒂亚斯·施密特收集的数据，今年的前7个月，欧洲注册新车中，电动车的数量超过18.3万辆，比去年全年的数量还多。而今年全年欧洲注册的新电动车有望达到创纪录的30万辆。随着欧盟排放法规不断收紧，各大车企都憋足劲开发新的电动车型，并试图改变特斯拉称霸欧洲电动车市场的局面。施密特注意到，这次车展上的电动车价格在2.9万至3.5万欧元之间，这让汽车制造商在短期内难以产生盈利。不过，从最新销售数据来看，欧洲市场对电动车的消费需求旺盛，到2020年，电动车的市场份额将进一步增长。13号，日本埼玉县确认当地的一家养猪场发生了猪瘟疫情，这是自去年9月以来日本第8个出现猪瘟疫情的县，同时也是关东地区的首例。日本埼玉县的一处养猪场从8月下旬开始相继出现生猪死亡的情况，目前已证实为猪瘟感染所致。9月13号，埼玉县政府召开紧急对策会议，决定在14号之前对该养猪场内所有大约700头生猪进行扑杀，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まずは早期の最初のステップがとても大事ですから、とにかく県としては封じ込めを図る、これが第一であり、全力をそこにまずは注いでいくつもりであります。去年9月，位于日本中部地区的岐阜县发生了日本国内26年来的首次猪瘟疫情。目前已在岐阜县8个行政区内的养猪场发现了40多头感染病猪，共扑杀生猪13万头。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出现的猪瘟疫情并不是致死率极高的非洲猪瘟。由于扑杀数量不到日本全国生猪存栏总数的2%，日本国内猪肉价格还没有受到影响。不过，包括埼玉县在内的首都圈地区是日本重要的生猪产地。
一旦疫情进一步蔓延，日本国内猪肉市场有可能受到冲击。近几年呢，日本各家航空公司频繁发生飞行员在直飞之前饮酒的问题，特别是最近一名日本航空的飞行员因为饮酒问题而被公司开除。据报道，日本航空公司的一名58岁飞行员12号傍晚在成田机场直飞日本国内航班前被查出体内含有酒精。根据日本政府的规定，飞行员体内只要查出酒精成分就不能驾驶飞机。这名飞行员承认自己前一晚过量饮酒，一共喝了5杯鸡尾酒以及大约350毫升的葡萄酒。而按照日本航空公司的新规，这名飞行员将被解雇。在此之前，日本航空公司内部规定，飞行员在执飞任务开始12小时前可以饮酒，但不能超过相当于2罐啤酒的酒精量。上个月，日本航空公司另一名飞行员也在执飞前查出酒精含量超标。为强化管理，该公司修改了规章，只要执飞前查出体内有酒精，涉事飞行员就将被开除。近年来，日本各家航空公司频繁发生飞行员酒精超标问题。据日本国土交通省统计，截至去年12月，6年内发生了41起日本飞行员执飞前酒精超标事件，其中23起导致航班停飞或延误。去年10月，日本航空公司一名执飞国际航班的飞行员还因酒精成分超标9倍，在英国被当地警方逮捕。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中秋假期第二天，全国客流持续高位运行。铁路方面预计发送旅客1109万人次，加开旅客列车548列，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等地中短途客流集中。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公告，昨天起，本市往来港澳通行证已全部失效，有出行需求的市民要及时换领卡式电子证件。卡式电子往来港澳通行证目前已经实现全国通办，也可以网上申请。上海浦东机场旅客捷运系统将于本月16号正式启用。该捷运系统全长7.8公里，采用无人驾驶模式。旅客安检后可直接乘坐这套捷运系统，从安检到卫星厅不同位置的登机口的时间大约在4到15分钟左右。粤港澳大湾区重要的基础设施项目香山海洋科技港近日在珠海建成，这是国内首个无人船研发测试基地，也是粤港澳三地联合进行海洋装备设计研发试验的公共技术服务平台，计划今年年底正式投用。新西兰总理阿德恩13号表示，即将推出的新枪支管理法将实行严格的枪支登记制度，以监测和追踪新西兰每一支枪支，还将提高有关部门针对进出口新西兰枪支的监管能力。当地时间13号，因吸食电子烟后肺部患病，伊利诺伊州的一名青少年决定起诉美国电子烟厂商。为吸引青少年人群，很多电子烟厂商都提供带有水果味等多种香味的产品。美国政府表示，正在考虑全面禁止香味电子烟产品。西班牙东南部地区近期遭遇强降雨，导致巴伦西亚省、莫尔西亚省和阿利坎特省引发洪灾，造成4人死亡。强降雨和洪灾导致大片住宅被淹，部分地区交通瘫痪，机场关闭。日本一家玩具公司日前推出世界首款可以二级进化的毛绒玩偶，只要主人精心照料玩偶，它就会由一个玩偶宝宝成长为成年玩偶。这种玩具将在30多个国家及地区销售，计划每年销售100万个。越南河内有一只会回收废弃塑料瓶的狗小文，它是一只环保意识非常强的法国斗牛犬，每天的必修课就是在家周围收集废弃塑料瓶。小文的主人说，小文出生3个月后就会自己捡塑料瓶了。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欢迎关注经济信息联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官方微博，了解更多的资讯。大家也可以关注央视财经的公众号。中秋节呢，吃月饼是我们大家都不会错过的一项习俗。其实不光我们吃，辽宁沈阳和大连动物园里面的大熊猫们，他们也吃上月饼了。节目的最后。